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莫叔叔。那今天呢，礼拜三呢，轮到我跟大家分享我的爱情故事啊。那我今天呢，选择的是川味劲辣风味。我们先来泡泡面吧，好香哦。好了，那我们面泡好了，先来回答一下这个土蜜，好不好？土蜜的问题，他问说，马叔叔的这个理想型是什么？哎呀，问这个就害羞了，好不好？我比较喜欢的那种外形是可爱一点点的，然后因为我蛮喜欢吃面的啦，对，所以要喜欢吃面。吃的时候如果能够素素给我，没有，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就是自然不做作的感觉啦，对对对。再来是这个第二个问题了 ，So what is life？ 哎呦，英文不错吧？真的不错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他的问题是：马叔叔要结婚吗？我觉得差不多可以结了，差不多，大概在，好吧，不然就来一个再449天好了，好不好？接下来第三个题目 ，XTWMO 问的，马叔叔的第一次，马叔叔的事件始末，就是大家真的很喜欢问这种第一次的事情，对啊，我也不知道这可不可以播了。就是到现在我还是没办法相信那是我的第一次。还记得那天的夜晚，你轻轻吹了一下，接着含了一口，看看温度，很自然的吸了起来。你看看，实在是太好吃了，居然舔得这么干净。最后就是抠了。等等，很像太粗了，把卡在牙缝的面都吃光光吧。这就是我跟449的第一次。接下来下一个题目，许攸里德瓦，哎呦，日文的吗？马叔叔的初恋，你们是想听我高一的初恋还是高二的初恋？不然我分享一下我高二的初恋。要去哪？有一次我去福利社买面包的时候。然后再选巧克力面包，你们有想到那个画面？这样，我先吃完这一口，再选巧克力面包，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吃巧克力面包。然后就在选的时候，然后就他在那个架上的第二层，它有总共有五层，他在第二层上面，然后就弯下去，然后就弯下去的时候，哎，我在拿到巧克力面包的时候，就看到一个笑容，我就看到那个笑容，哇，我就被那个笑容真的吓到。那个就是我，那个就是一位学姐，然后我就看到她的笑容，我就初恋，就是回家就很想赶快写一首歌送给学姐，然后每天就会在那边刷，一直刷，一直刷，每天刷，然后就真的被我写出一首歌哦。然后有一次下课，我就跟几位我的好朋友、好兄弟、好朋友，然后就走，我想要去表白一下。我们就走到这个学姐的教室，那时候我很像是，我自己读什么科都忘记，资讯科，然后他们是很像是普通科的，有没有？我那个隔很远呢，隔很远那个距离，他们就走过去，然后我就走到他们班上，我就一直站在门口那边，我就等他出来，然后他很像感应到了，我觉得他很像感应到我，那时候真的蛮开心的，就是他学姐他就走出来，然后他站起来的时候那个香味。虽然我闻不到，但是我觉得很像有那种香味，还有蝴蝶在飞的感觉。然后他走出来，走过来，然后直接去厕所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哇，原来学姐这么漂亮的人也是需要上厕所。然后出来的时候，我就把我的这个歌词写好的那个词曲，上面还有和弦哦，一次全部交给他，就说学姐，这是这个。然后从此之后，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络。那我们就拿刚刚的歌词来创作一段吧。座位旁有侧脸，是我的初恋。我也不是情愿的，却渐渐地越陷。廉价的雨天，一起吃泡面。
那些隽永的画面。我把学姐的笑颜都谱成和弦，刷出我的瞬间。好啦，那剩下就交给蔡根跟阿高，拜拜。